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这里是王者荣耀啊。又有粉丝想看瓜牛哥的王者荣耀了啊，虽然看的人不多，但是还是答应他的要求，他想看凯蝶。那我们这一次终于抢到了凯蝶的打野位了啊，这是一局晋级赛，铂金晋级钻石啊。瓜牛哥不是技术主播，再跟大家说一遍，瓜牛哥是个娱乐主播啊，享受比赛，好玩，看着开心就行了啊！想在瓜牛哥这里学技术那是不可能的啊！目前形势来说，好的，我们这里依然啊，我还准备给队友加个油，结果还没发出来就结束了啊！我们看蓝开，现在好多大部分都是蓝开啊 ，P 一刀来拉进来，直接交惩戒。让惩戒的 CD 更快恢复啊，因为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啊，中路就在那边打架，他是不可能过来抢我的这个蓝 buff 的，所以说我直接放心交了这一个惩戒啊。完了，这游戏还没开始，我们这边已经损失一名大将，非常难受啊，朋友们，这怎么说，这一局难道是要输了吗？劈过去穿墙吸个血，希望我们其他朋友稍微给力一点啊！孙策不知道是失误还是放水，还是故意啊？他上演苦肉计有没有可能？他说不定很厉害，他只是让敌人放心警戒啊！来，我们这里可以支援一波，说实话啊，支援一波，卡墙了啊！哎呀，不好意思。这个兵线不吃也会被兵线打掉啊，所以说这个兵线我就吃了，太难了太难了，刚才一波大失误啊，一波大失误，请求集合，隔壁老奶奶能教你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，主宰暴君降临，亚瑟追不上了啊！他那小子跑得快得很。我们这就不吃他的兵线了啊！孙策现在很难受，兵线绝对不能吃他的。完了，他又跟亚瑟打起来了，他打不赢亚瑟啊！现在很难受，我们必须把这个亚瑟压一波啊！等我蓝开了下来，现在搞不死他，不要紧啊，问题不大。先把自己的经济发育一波啊！我看一下现在经济1900，1900，好的。给队友点个赞，点了半天点不上就难受。我们的射手直接起飞啊，原地起飞非常漂亮。好，上路被我们的队友给推了啊，非常 nice。走，继续骚扰一波啊。你干嘛？这亚瑟应该是飘了啊！这亚瑟是飘了，送了一波。不管他，永远不要嘲弄一个。野区没有啊，野区没有。怎么还在打架呢？别打了呀，朋友们。他们打架，我就强行拆他们塔，拆塔游戏啊，朋友们，溜了，走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他们要拆中塔了，恶作剧可以，没办法，赶不上了啊，赶不上了，让他们拆。
的，再次庇护这个门。一个个的漂亮，这直接防御拉满，直接把他们的气势给他打回去了啊！孙策可以直接跟上了我的步伐，先清兵线啊，先清兵线，兵线很重要，等一下我们的甄姬好来了，一起帮他清。 OK， 再去开 buff， 这什么情况？好漂亮，队友非常给力啊，别过去了，小木子，把兵线清完就溜了啊！别人全在这里。技能全放在我这里，弄死他们！漂亮，这必须点赞。两个家伙技能全丢在我身上了啊！这一波亏不亏？不亏，朋友们。看你们，孙策起来了，看来他真的是，记住传说就能成就。跟瓜力哥想的一样啊。他刚开始是放水，对吧？他的节奏跟得很好。开龙去，哎，别冲进去了呀，墨子。这一波很难受啊，这一波很难受，这是迷之操作啊，迷之操作，这个亚瑟是很烦人的一个角色啊，他跑得快，追人也快。小乔也挺灵活的啊，小乔也挺灵活的，好，撞得好，这个船。漂亮呀，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支持瓜力哥帮忙多多点赞哦，下一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